金光对入沙界，沙头停喺谷子岸谷里边，拍南火林近尾声。当这条岸谷行业嘅成火，依然难掉涌动。今日是岸拍火嘅最后成绩，也是全面开放日。岸拍火把这片充满创意及趣味嘅天地，带去更多嘅岸谷爱好者，让大家直把眼福。不只有参观者纷纷成长，停喺岸谷嘅新雕及奇迹。今日本届岸拍会特地向十六岁年嘅小儿子通敞开大门，电话现场熙熙攘攘，家长叫农家作为涌入各大电馆，共同体验指着岸谷嘅盛况。农家嘅欢声笑语，也将自己本就老热嘅电话平添了活力。感觉就是听装玩具很精密，然后形象也很生动，然后也体现了汕头的传统文化，比如那狮头鹅，然后也有很多创新的，比如一些机器人什么的，就又有科技的力量，又有那个汕头传统文化。小朋友很开心啊，进来眼睛都发光了，买了一个变形的机器人吧，他很开心，就很高兴。伊就是看了一年嘛，你就带爱嘛，工人家你就找啊这辆做更好，你个黄色啊，你个搭配啊是过去应当。这位来自停海的市民，即早就开车叫农家过来参观。伊能到动物雕塑店在本吉镇大兴的动物植物园区所吸引。我好是周末了，能力双头一个接大个，他机会点过先喊农家过来听他。过好哩，我就来到进来当两天就是高德斯啊，因为到南停海也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景点，有所展现出来的物件，可能感觉也是非常好。市民邓先生则表示。之所以跟叫农家参加过数十次类似的岸谷展览会，但只是为观感完全不一样。因为带小朋友来参加这种玩具展，可以拓展小孩子的见解与知识，而且汕头这个玩博会，它汇集了整个汕头沿海的产业链，而且是推广全国以全世界的。带小朋友来的话，他看到这些玩具的话，看到这些玩具在学校里是看不到的，可以让他见识到更大的就是更大的视野。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枪吧，他的音乐很就是潮汕人的音乐嘛，所以我觉得潮汕人来听这个更好一点。来自沙头青年业务协会的张先生，即特地叫农家过来观赏各种智能机器人及汽车玩具。外贸里很多新奇的玩具，要个人能够我参与和摸和看，我亲自摸一下就玩一下，就是说对那个未来那个玩具的发展方向，它有个认识。因为现在都是一些 AI 智能，还有一些新潮的玩具嘛，对，特别是我们汕头的一个支柱产业。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发展就是日新月异，真是比前几年就是变化太大了。还有一个钢琴的一个玩具，大家看了就特别震撼，非常开心。因为他之前是有参加一个那个编程嘛，那种玩具，他都对那个玩具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未来方向就是说带他看一下那种智能的机器人啊，编程的，将来就是说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到此个岸谷嘅乐趣及商机交织，为参展商提供了一个交流及展示嘅平台。来自各地嘅参展商普遍表示，到此次展会上，伊能收获满满，也期待下一届嘅展会能够带来更多嘅惊喜及创新。整体客人各方面都挺多的，内销公司、外销公司都有，电商的也有，跨境的也有。我们只是展示一下我们的新的产品吧，意向客户蛮多的。因为今年拿了一个炫卡斗士的一个授权，所以现在只是在谈条件，大家在谈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意向，河南的、陕西的、新疆的、北京的这些都有。今天这人流量还是非常好啊，各个来开口话合作到无奈，然后话合作下去国外的开口，我是陆续来咨询。以往这么精密科技，在北极个么是主要是做电子啊，所以这种物种影响两端是有挂白网个个影响两端咯。然后呢，往食自助品牌国内个两端是为么，已经是为了创业机会咯。到新疆合群年后，电工甲配件商是那种上强个慢性疾病，伊能带对患者个身体健康构成长期个挑战，更多心理个社会层面带来影响。
咩啫？刷到学院对附属会议，协调国内知名嘅神经扩张嘅举办演讲活动，为点讲及批金线患者把脉。前面老伯今年70岁，到青年在患批金线。去年月，伊到刷到学院对附属会议，接受了脑气拍器摄入手术，术后恢复良好。哦，上头就是只手同呢啲嘢没事，一做咧做严重。到到九月呢，寒了就只手就无办吃物件，基本就无办扭扭啊。方言拗就对，非常好。现在就是我家己拢无办自理哦，基本就无办自理，命能消我拢无办自理。这些我非常欢喜。据了解，帕金森病是老年最常见的神经脱节性疾病。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100%。亚环帕金森的早期有咩症状呢？这个震颤呢，一般我们指的是静止性震颤，就是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坐在那里，哎，你开始出现一侧肢体，这样的这个震颤。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僵直，这个僵直呢，一般来讲也都是从一侧起病啊。真正意义上的帕金森病，其实都是从单侧起病的。那一侧肢体的僵直，那么还有就是运动迟缓。运动迟缓呢，可能在初期的时候走路啊，有点这个拖地，有点小碎步。另外的话呢，这个转身有点困难。另外，帕金森的病人呢，可以表现为这个一些特殊的这个体态，比如说这个身体稍稍有一点前倾的这个姿势。另外的话呢，他会有一种叫面具脸，就算是帕金森的病人的话呢，表情会明显的减少。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脑气拍器摄入术是现实在帕金森加合适的治疗方案。脑气拍器摄入术可通过立体定向方法，把刺激电极摄入脑浅部，操控患者脑神经环路，控制甲改善患者症状。电刺激的电流呢，永远是持续的，所以说脑起搏器最大的一个这个优势，就是在于呢，它既能够改善症状，同时的话呢，这种改善又是持续的，那么避免了这个原来服药状态下患者的症状波动，以及服药诱发的一些药物副作用。据了解，这次义诊活动定用强大。有北京听段会议的专家团队以及社内多位神经内科专家，其中张凯家少是全国顶尖的电感外科知名专家，为我市调位地区签约专家，伊多年刷到学院对附属会议开展多项治疗新技术。这几年呢，在曹医智库的一个帮扶下哈，在北京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团队和神经外科团队的一个帮扶下呢，我们医院哈成立了粤东地区唯一一个的国家二级癫痫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新技术，为这个广大的癫痫和帕金森氏病患者带来了很好的一个福音，患者的一个术后恢复效果非常显著。非常感谢汕头政府能够有这个潮医智库的项目，可以帮助我们汕头人民呢，在汕头就可以接受到国内外知名的专家的帮助。我觉得这项举措非常好，非常为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白内障是当老年常见的急性眼疾，严重的话会低盲。到广大农村地区，不少老人因为无意识到已经严重性，或者因为医疗费的问题，耽误治疗而低盲。最近的话，爱心公益组织及爱心会议到天海区开南店联合举办赛后活动爱眼光明公益活动，义务为当地的中老年人汰测白内障，并将为汰测出来的白内障患者施行复明手术。这次公益活动由汕头爱日眼科会议、广东赛智会红头组红部队、雕像红部队及天海区开南店慈爱慈善会联合举办。到活动中，卫生为来自开南店各乡村的部分中老年人测视力、检查眼健康、汰测白内障等眼疾。就那咩咩几个胡萝卜，就咩走不啲咩电话，咩咩嚟开话，我省乜咯？就系请咩咩嚟再对我健康乜咧？省乜做啲，就系流脉水、流脉水就睇波。是好是欢喜咧，做能是放心又流能了。周鹏芳表示，将根据汰测的情况，我拜白内障患者到汕头爱日眼科会议接受治疗。
白内障呢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它主要是由于这个晶状体混浊导致的是视力下降。那我们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呢是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加人工晶体的折术术。这种术式呢具有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的特点。那我们通过这次检查呢就发现可以治疗的白内障呢，为他们进行这个医疗的治疗，使他们恢复光明。据介绍，白内障学名为超视会，除了微博承担之外，不足部分拢由活动艺主开放导带。我们了解到白内障是一种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的一种疾病，然而很多因为家庭收入的长者们无法及时接受到治疗。我们发起这项诗红月东爱眼光明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项公益活动帮助那些白内障长者们带来光明和希望。到此次活动中，天海区开南店慈爱慈善会花向当地至少太差的老年人赠送爱心物资，社会各界的爱心善举温暖了当地老年人的心。感谢这位师来拜神，这老年人的来讲，感谢社会的热心人们。咱们汕头体育中心体育馆再次迎来一场音乐盛宴，蔡琴、何新琴世界巡回演唱会到这个举行。金曲天后蔡琴为高敏香唱多首经典老歌，崇高沉稳的声音犹如一部时光机，带领创造光景，创作出充满回忆的岁月，感受音乐的魅力。到光景的欢呼声中，蔡琴以一首《等着你回来》拉开演唱会序幕，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随后，南屏门前夜冬的心先拨了青灯，一首首经典老歌质量响唱。蔡琴低回委婉、极富感染力的声音，触动了台上每一位歌迷的心弦，更唤起了伊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似乎时光倒流，回到了一处青涩而美好的年代。我是第一次来听你演唱会，现场的这些听众他们的那种热情也会感染到自己。蔡琴是我国台湾著名男歌手，出道四十多年间获奖无数，被称为牛大小车手，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到现场，00后至00后的歌迷跟随蔡琴的歌声，进入了一条条大合唱。这条跨越年龄、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让每一位台上的观众拢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我是70后的，我来追这个50后。像《驿动的心》啊，《南屏晚钟》啊，这些歌我都会跟着唱。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唱的。当时呢，我们会抄着歌词在本子上。我们是汕头大学的学生，然后来这里听歌，只是因为听过爸爸妈妈在讲蔡琴老师的一些歌很好听，就想来亲临感受一下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听的歌是怎么样子的。昨日2024年沃江河大湾区青少年太空岛喜乐联赛吊山站的比赛，到汕头市区吊山体育馆举行。来自吊山三区的蔡元明选手参加了角逐。到赛场上，选手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伊人以跳中的动作及敏捷的身手，展示了高跳的太空岛技艺，上演了一条条精彩的对决。并以坚韧的意志，尝试了家己对跆拳道真心的理解。我练跆拳道差不多六年多了吧，现在非常的热爱跆拳道。我今年9岁了，练跆拳道4年了。我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我每天练了2到3小时。我学跆拳道已经学2年了。我学跆拳道就是感觉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可以提高心理素质。每次参加比赛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这次比赛分为平时和竞技竞赛等项目，成立青年组、少年组、小儿组、儿童组和幼儿组等多个年龄组别。跟平时在跆拳道里面的一种套路，还有跟今天的
跆拳道的实战。今天这场比赛是我们近年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到场的大概有1000来位运动员，然后今天运动员的表现都非常的激情饱满，体现了他们青少年的热情热血。跆拳道世界冠军邢硕就职由高雄雕光台比赛。邢硕于1999年到加拿大埃迪蒙多举行的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上夺得男子55公斤级项目的冠军，成为我国首位夺得跆拳道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伊表示，参赛的选手到技术上较为成熟。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每个人的动作都非常标准，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眼里要有光的一个这么的，因为我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我就是从眼神里面能看出对手的一些精气神啊。广东跆拳道孩子的这个眼神，我普遍能看出来更多的自信，比他们在赛场上的那种不惧的那种信心，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震撼。更近。经由这个资料件，疑似本白帮锐气到道光当年的信息，引发社会热议。昨个日时候，经由此回来归会社丁政府跟张南王表示，确实有这件事，多部门将联合处理。相关报道提及，能通今年十岁，当岁被抛弃到金王关来，爱心人士提供个最近相当报告都显示，老家被相当为骨折就毁灭。可能是大理照顾病，以及当道贫血、严重营养不良、脑积水、北腔积液、肝脾大病，当岁少在病情，不能想象老家只管理个生活经过。就知道老家只有十岁，却过早个体会到难讲更新。虽让老家多年来承受了少生个困境，这是必须对门个问题。有信息称。老家的白宝无念过甲风筝，这意味着老家属于非风筝。日能通的白青想把能通送到福利，但因不符合条件，日被割收。于是就把能通送到道观，日只直上就是输呢。不过无论是风筝还是非风筝，白宝对老家的甘苦姐姐并无任何不当。既然生了老家就应该尽到养育责任。日得了白宝，政府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应负动摇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当监护人各组或者大意离间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不能照料的状态时，民政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如果事实是民政部门对老家被锐气的事实不知情，也就不宜把房子拍到其心顶。但这件事也提醒民政部门，如何警察警灭发现处于监护监控的老家，是需要认真对待、尽早改革的问题。老家的归属到底个？小宋的方话，当然是老家的爸母切实承担起为难爸母的责任。把农家接回来，陪伴农家健康长大。但如果农家的父母坚持不爱理解这些，或者确实无能力理解监护这些，这时候就需要民政部门承担最重的责任。农家的健康成长已经耽误了10年，莫再耽误落去了。如果最终结果是民政部门承担对农家的监护，遐子孙不养的父母也莫创新日头，伊能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黄绿色染。